才匹到龙的是信源变身器，比我可差远了。哼，够到变身器我也愿意。终于有龙的是信源玩具了，接下来到我手上了。哼，就你这小短腿，我看呀也只能匹到最近的反射形态喽。你别小看我，看好啦。看到没，我已经得到龙的是信源第三个的黄金形态啦。得意的，你继续比赛呀！小小，他嘲讽你，给他点厉害瞧瞧。好，嘿，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。哎，你就放弃吧，就你这小短腿，也只能匹到转换器啦。哼，我不服气，我要和你再比一场。我乐意奉陪啊，毕竟我的腿都到你的腰了，我怎么样？升级规则，匹插到哪个龙的这次元就能收走他前面的全部玩具。敢不敢玩？当然敢，我先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